收子正当义子吧。爹，刚熬出来的粉葛生鱼汤，快趁热喝吧。好啊，柔客。我闺女手真巧。您喜欢就好。杜鹃，柔客姐。子正，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？记得上次您说要还我一个心愿，如今我已经想好了。好啊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就说说看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无非就是图个前程。我之前做记者，如果不是为了去关外采风，也不会误入劳工营，差点还自己丢了性命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，笔杆子永远比不上枪杆子。我说子正啊，别绕圈子了，怎么想的照直了说。好。我想留在您和柔可姐身边，以后为金家效力。想法倒是对的。爹，我也有一个想法。说。不如您收子正当义子吧。义子？这我真的不敢当。我只要留在督军身边就好。一方面可以还子正一个人情，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留在金家。我们身边还有一个交心的人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你呀，你就处处替他着想。从今以后，子正就不是外人了，他是我们一家人。话倒是没错，只是……哎呀，爹，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啊？好吧，子正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也答应过你，要满足你的愿望。柔客现在都把话说成这样了啊，那就从今天开始，我金梦人给你这个名分，好吧？谢谢爹。子正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叫义父啊。义父，多谢义父收留，感谢柔客姐抬爱。我穆子正以后就是金家的人，定当忠心不二。好。